不肯炒点番茄回家弄去。要得，只要拿我的那菜那一份儿。刚来炒去噻。他都不烧了嘛？哦，不来他来吃儿要吃，人家都吃就过了。切点肉来，整个番茄肉丸子汤。用开水来切点瘦肉淀粉。都看着安逸的，多清淡，适合你口味哈。不是。哎呀，味儿不对，你烧锅烧大很了，现在为啥烧的？不上大，这也没那好吃的。